继续感知你所在空间。我不知道我在花里面。继续，你在花里做什么？我很小，就在花里面。那个花，它那个花朵，它是粉色的。我就在花朵里面。Yes. 我不是人，但是我好像挺小的，没有小翅膀。一个小翅膀，像一个小仙子吗？我不知道小仙子长什么样子，但是那个翅膀扇动得很快，然后我是一个绿色的。也是一个绿色的，yes。小小的你还有什么样的装扮？你穿的是？穿着那种像是，很漂亮我的衣服，它是有很多像是植物的藤蔓一样，在我身上它会变，会跟着我的需要变化。非常好，非常好。你有没有一个名字呢？心里，西里，非常好，西里。西里，你在这里做什么？在这个花里。我在这里玩，跟其他的伙伴在这里玩。你其他的伙伴也是你这个大小吗？这个样子的。他们跟我一样大。Yes，非常好。西里，让我们去看看，你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叫做家的地方，一个你休息的地方。我们有在那里，我们跟每一个朋友都是家人，我们都很多住在一起，我们群居在一起，那里很安全，色彩斑斓的，然后我们每一个的房子都是自己做的，做的房子他会，我们会去外面找一些东西，然后给这个房子增加一些装饰。每一个人的房子都不一样，然后我们会在一个比较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植物是比较大的树上，然后我们都在那里结。这个树不是地球上的树，它是我们那里的树。然后我们都在那里建房子，还会有大的房子，大的房子有很多很多层。我们会时不时的在里面玩儿。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盖自己的房子。Yes，心里我想知道你盖的那个房子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在一个小的分叉上，我盖了自己的小房子。我的房子不大，但是里面很温暖。我的门口就是直接朝着我朋友们的家，他们就可以直接的来我屋子里面玩儿。我们也经常去其他朋友的家里面玩儿。我的房子里面都是我们那里的树木，还有植物，还有我养的一些东西，都在那里。我一点 Yes，都不孤单。
非常好，心里我想让你感受到这种与大家在一起充满着爱、充满着温暖、充满着快乐与喜悦的这个感觉，把它放到你的心里。心里我也邀请你把这个感觉带到 Lucky 现在的身体里面，帮他激活这个记忆，让他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人，他整天在纠结这些干什么呀？他就不是一个人。嗯哼，他只是暂时在这个身体里面，但他存在于多个维度。对吗对的。？Yes。那心里你有什么想告诉 Lucky 的？他本来就是很好玩的，很有趣的，他有很多很好玩的点子，就让他去做，做出来会能够带给很多人启发的，让他去玩就行，他整天有点严肃，没嗯哼，事儿的，就让他去玩，他想玩什么玩什么。他一回到大自然里面，他就会跟我们一起玩的。我们一直都在他身边，他自己也看得到。在那里，他就跟我们一起玩，然后他就在跳舞啊，他想怎么跳怎么跳，我们都在跟他一起玩。他的朋友都在那里。Yes，非常好。所以去大自然里对 Lucky 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可以玩的放松的地方。他在那里才能，他才敢在那里做自己，然后他就经常去跑去山里面玩，因为那才是他的家，他想要去那里，他就会不由自主的身体把他会带回到自然里面。Yes，非常好。有没有其他的你们想告诉他的？在现在。不要再纠结自己是不是人这个想法了，没那么重要的，只是去体验就可以了，都是很好玩的，当人很好玩，不当人也很好玩的，都很好玩的，抱着一个游戏的心态就行了，他想要什么，他想玩什么，他就会玩到了。所以，心里你刚刚提到说，你们生活的地方不是地球上面那种树，那你们是存在于地球上另外一个维度吗？可以这样子认为，我们在这里又不在这里，在自然里面是能够比较容易的跟我们进行沟通或者感受到我们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在其他空间里。地球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空间？如果有数字的话，那有很多很多个数不尽的，我们也不清楚其他的会有多少个。非常好。独角兽所在的那个维度跟你们是一个维度吗？哦，他们很好玩，他们很喜欢跟我们一起玩的，他们很好玩。我不清楚这个维度该怎么去理解。
但是你们和他们，独角兽和小精灵，还有龙，你们都是可以相互看到的吗？存在。我们可以看得到。Lucky 也可以更多的把这种玩的能量、玩的心态带到他的工作里面来，或者他的生活里面，就去享受这个过程就可以。对，他要是这样做，他会快乐很多的。那你现在可以帮他注入一点这样快乐的频率、快乐的能量吗？更多的固定在他的身体里。当然可以。Yes，非常好。跟我分享你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我会从他的心里面飞进去。飞嗯哼。到他的心里面，然后我们会把这些能量全部的都扔到他身体上的能量的结节点上，然后把他们都固定在那里，他们就会在那里。Yes，怎么理解能量的结界点？他的身体上有很多。像是小漩涡一样的，然后把我们的能量扔到里面，它就会固定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吗？还是就是 Lucky 有这样一个结构？你也有这样子的结构。我也有，是大部分人都有呢，还是处于你自己想不想有才会有？很多人是意识不到有这个的，并且他们也不想要用这个。但是，它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能够 Yes，认出来。这个是代表什么的一个记号呢？有这个能量的结界，或者漩涡。跟我们之间的链接和沟通。就像是能够接到我们的天线一样。所以曾经做过小仙子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天线的接口，你们能够连接上。对呀，当然会有呀。非常好，非常好。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激活或者信息想告诉 Lucky 的？他的身体太沉重了，里面就很凉，里面很凉，他需要多动一动。他很多时候很想要去跟着自己的身体去舞动，但是他又会担心自己很奇怪，就变得不好玩了。他需要多跟着自己的身体去行动。身体想要怎样去调整就怎样去调整，他不需要去过一个正常人的身体，他应该听从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听从其他，这个地球上的一些教导。Yes，那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中枢。是的。可是很多人都不会用。那有什么我们可以，你们或者说可以告诉大家的呢？关于身体的这个智慧中枢。你们多去问一问自己的身体呀，他们都会告诉你们的。他们可不是在随便说胡话，他们都会把你需要的告诉给你，因为他们都在跟你时时刻刻的在一起，这没有谁。他们是最了解你的。Yes，有的宝子会问怎么样跟心进行连接？我好像已经切断了跟我心的连接。那关于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想告诉他们的？哎呀，哪有什么切断连接了？一直都在连接。你们自己要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在那里玩儿。这个游戏你们玩着玩着又觉得不好玩，还要说，这个怪其他人，是自己在搞出来的，没有切断的。你们一直都在这里，你们一直都在跟心进行沟通的。
只是我们大脑的想法，就好像游戏里面一个设定，然后我们相信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感觉好像切断了，其实从来没有。是的，其实不光我们，还有其他的龙啊，还有独角兽，他们都在沟通的，只是说你们非要看到他们，有些人你们又看不到，你们就说我们没跟你们沟通，就没有跟心沟通，不是的，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沟通的。非常好，非常好。感谢西里今天带来的所有的激活能量，还有信息，还有这么多的快乐、喜悦。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们还有今天需要带 Lucky 去看的一些场景吗？他其实不需要去看到很多，他只需要变得好玩一点就可以。Yes. 那么我邀请你，现在你带 Lucky 去玩一下吧，想象你俩在一个空间里特别快乐的玩耍，邀请他去你们的地方或者其他的地方，创造一个这样的美丽的快乐的空间，然后跟我分享你们在哪里玩什么。我给了他一对翅膀，然后我们就飞到我家里面了。他其实之前就来过这里，在他做梦的时候，他不记得了，我就把他带到了我家里面。他很熟悉这里的。Yes，他很开心，这才是他吗？你们在家里做什么呢？然后我们刚进到家里面，我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就从他家里面飞出来来我家了，然后他们就围着他在那里看他。他们在说很多话，他又听不懂，我还得跟他讲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的话太多了。你可不可以帮 Lucky 转换一下他的频率，他就能听懂了呢？他现在可以听懂，他一开始有点承受不住他们说这么多话，现在他感觉很温暖，很开心，他没有很多朋友。非常好。继我续带看他着去他，感我也有受。一点点难过。怎么讲？他其实不需要经历这些的。他其实有很多很多人想跟他做朋友的，只是他把自己给封锁起来了。他不相信有那么多人想当他的朋友。他不相信，其实很多人都能够看到真正的他的，并且就是因为真正的他才去靠近他，才想要了解他的。那你可以帮助 Lucky 把这个新的信念注入在他的脑海里吗？替换旧的信念。可以的，我会在他的头部、头里面就放进去我们的东西，它会生长出来一个像是花朵一样的存在在他的头脑里面，他们会自然的去转化。那些他心里面对自己、对于其他朋友的恐惧和故意的疏离他们。
他为了害怕被伤害，所以他就不想要开始认识新的人。嗯哼，yes。